先跟你们讲一下，我觉得这期已经可以算是我这边锁定炮自己开哦。我觉得这期已经可以算是最多人的捕鱼游戏哦。每次进来啊，最多人玩的捕鱼游戏就是这个啊。对啊，然后其实我想要介绍一下炮台耶，我现在已经出好多啊，因为它这个游戏这个模式真的是越来越。越丰富啊，所以它的东西就越来越多。看那个还蛮可爱的，那个猫炮台。啊，这边万圣节哈，哦，你看这边有猫，有猫炮台，人家有厨师，人家有厨师。真假？真假？真假？哦，他也中了，他也中了，哎，我又中了，哈哈！哎，疯了吧？哎，神奈也最近也太爽了吧？靠背他也狂中，哦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